罗大人，好看吗？大人才冠四方，连我这个散仙也是有所耳闻。没想到，大人竟然也喜欢欣赏美人啊！啊，哦，也对也对，才子佳人，这本来就是绝配嘛，是吧？公子，请先生言重了，我本来就是此次花创大选的负责人，自然要盯得仔细一些。 是是是是是，左大人，果然品性高洁。我听说，左大人三岁便可赋诗，七岁就能成章，比这师父更绝的，当属改曲啊！还好吧？还好，那我可得听听，当年。 我的内首东风桃花曲，你是怎么改的？啊，说来听听，我也好学习学习嘛。公子齐先生，请回到你的位置上。好看，好看。打扰了。你何必招惹他呢？我这是在帮你出气，他怎么说也算是你情敌吧？我才没有情敌呢。哼，没有。哎，这么想想，细皮嫩肉，说话温文尔雅。我要是他呀，我也喜欢做的人。 这才是他。
则大人还没走啊？也是。方才那胡姬的舞蹈真是曼妙，要是我，我也不走。那公子齐先生就留在这里吧，我先告辞了。桃花最似曾相识，嫩蕊繁枝半独吟，不笑四月芳菲尽。 偷换红缨，惹人怜啊！可如今我的心里却多了许多许多许多，我们啊，回不去了。哎，我说的是我自己，这闻着酒香。 就全当把美人拥入怀中了嘛！告辞。编首诗还真难啊！你们回去吧。诺。玄珠公主。 二殿下，没想到相聚山一别，你就要成为我的皇嫂了。你，如果你想继续待在皇宫，这便是我们的小秘密，好不好？说什么悄悄话呢？皇兄，恭喜皇兄抱得美人归啊！那个胡姬啊，真是漂亮。怎么，你看着心动，就去叨扰玄珠公主了？这我哪敢呀！ 下去。诺。怎么，连我都不能看吗？ 殿下既然选了我，那全天下只有殿下一个人能看。
只不过啊，先前给殿下喝的酒叫神仙醉，此刻后劲上来了，不知殿下撑得住吗？轻而易举。杀死左相的那个人是你吧？你杀不了我。秦川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嗯，我笑你呗。之前是谁说的？他爱捅多大娄子就捅多大娄子，怎么作死都不管的了。结果呢？不仅让我找左子辰救了他的命，还招了这么一大群，啊，叽叽喳喳的小伙伴过来帮忙。哈，啊，谢谢你啊。喂，你要谢我，就认认真真的谢我嘛。我谢的是鸟吗？白眼狼。哎，有热闹凑啊！哎，走走走，快看看，走，看看。行刺太子殿下，胆子真大呀！啊，哎，看模样不像是本地人啊。哎，还挺漂亮啊，像是异域女子。这胡姬这么好辨识啊，再过两天，这万两赏金就是我的了。想想都高兴啊。哎，你躲远一点，挡着我了。好的。谁呀？这是？管他谁？看这个，看见了吗？啊！我可找了你好久。嗯，辛苦你了。你现在这副样子可赢不了什么花魁。你跟了我这么久就想说这句话，为什么不讲信用？
你不是说不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吗？我不是因为你们来的高都，是啊，只可惜不但杀不了人家，还差点被抓了去，真是没用。对啊，我原来不明白子辰为什么要做詹氏，原来是为了你。你到底还要害他多久？那是他自己的事，自始至终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我并不希望任何人卷进来。玄珠，你也应该长大一些了，你的世界里不应该只有左子辰跟我，别这么幼稚，不要一直活在过去，不然我会更加看不起你。只可惜不但杀不了人家，还差点被抓了去，真是没用。那是他自己的事，我并不希望任何人卷进来。哎，干嘛呢？看着点路。事儿，哎呀，快进去吧！哎，我快叫后厨开工再说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来客人了！你磨蹭什么呀？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找川，找不着川都别想吃饭了。哎，是是是是，赶快去！哎，快走快走走走走。公子，哎，快做菜去！哎，老板娘都生气了，等你好半天了。川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川儿，哎呀，川儿，哎呀，哎呀，川儿，不得了了！公子旗大驾光临，点名要吃你做的菜呢。今日好好的露一手，把你的看家本领拿出来。怎么，前几日刚见过，今日就装作不认识了？亏得我还是特地跑过来看你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位当真是那日给我送饭菜的小厨娘吗？怎能如此邋遢？真能做出一手好菜来，先生记错不了，川儿这手艺好着呢。赶快擦擦脸，别误了公子旗先生的眼睛。不是桂花油喷的帕子，姑娘使得了吗？我这要去给您做菜。也好，先吃饭，然后再谈正事。先生，您稍等，这菜马上就来。有心了，不如姑娘坐下一道吃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川儿，先生让你坐下是莫大的福分，别人求还求不来呢。哎呀，你快点坐下吧。先生，这菜可合你胃口？不错，甚得我心，有我喜爱女人的味道。老板娘，哎，你这小厨娘我甚是喜欢，不知你是否有意割爱相让？当然了，作为交换，我愿以一朵金花聊表诚意。我倒没什么，可川儿他……是啊是啊，能被先生您看上可是川儿的福气。不过我们川儿有一种人了，好像是哪个……
花花哥还是豆豆哥？是不是？豆豆哥，不修仙，改画画了。啊，说修仙没前途，改道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小川就带我去见见你豆豆哥。不是，正好我也可以指点指点他的画技啊。路途太远，我找不着。长途跋涉什么的，先生我最在行了。老板娘，小厨娘我就带走了，这几日多谢你照顾。哎，老板娘，郭大少，我不想。哎，不，你想。哎，川儿好福气呀。松开傅九云。这位姑娘，哪位是傅九云啊？我可是公子琪呀。松开我，我知道那些鸟是你变的，但你先给我松开。我是公子琪姑娘。让开这胡姬藏得可真够深的，这么多侍卫都搜不到他。还是乖乖回去做我的小厨娘吧，实在不行小侍女也可以啊。你若不去的话，我便没有了小厨娘给我做菜。但是先生，我有一套胡姬的发术华服可以交给官爷，想必到时候可以讨些酒钱填饱我的肚子。那胡姬的异色甲瞳做得甚是逼真，就连公子琪我阅人无数，也是颇为心动。好好考虑一下，去不去有你。哎，这怎么一进屋就上床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先生，我是正经人，我叫你过来是做厨娘的，不是要你睡觉的。既然你是正经人，又有吃酒钱，又何须让我给你做饭？我。
你画的？画是我画的，不过是件旧物罢了。说来也好笑，天元国太子要我搬居至此，谁想到我的笨书童竟把此画给翻了出来。那倒是要谢谢你的笨书童了。嗯，不对呀，我来这儿可不是跟你说这些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叫你过来是做厨娘的，不是让你睡觉跟赏画来的。先生，我肚子饿了，去准备晚膳吧。你可别多想啊，我听说这塞外的黄牛肉最是极品，今日正好身边有你这个小厨子，拿出来品尝品尝。那傻乎乎睡了一天，我就不信你不饿。谢谢你。你还真得谢谢我，如果不是我把那胡姬画得美若天仙，你以为你能那么轻易地靠近天元皇子吗？啊，对了，那胡姬我已经帮你送出城外了，现在应该已经在回西域的路上了吧。说吧，怎么谢我？还真不错啊！刺杀天元太子这等显示，可以在之前想到换脸，也算聪明。不愧是在大人我身边做过小侍女啊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聪明与否，凶险祸福都与你无关。你不用再劝我。劝你？我为什么要劝你啊？你如今已经试过了。你也知道结果如何，你杀不了他的，他现在活得很好，你之后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？一次不行就第二次，第二次不行就第三次，只要你不打林登的主意，也不再劝我，也别用这种画意这种低级的手段想要软化我。是谁？我该做什么？大人，我如今逍遥自得，这天元把我奉为上宾，我何苦掺和你这等苦事呢？不过，出于你对我的服侍之情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：想要杀丽渊的人不止你。你呀，就好好的在我身边，当一个乖巧的小厨娘，这说不定哪天，就有什么人帮你给杀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烤肉不吃了？小川儿，你为了偷灵灯，你可以到香女山做那么久的小侍女。现在怎么着急了？
们都将这高都城翻了个底朝天了，区区一个胡姬，难道还有通天的本领不成？行了，别怕老总，还是回去想想怎么向上面交差吧。我好心劝你一句，想要杀丽渊的人不止你一个。人人都说不祥，让我疯了万花楼，可我偏偏喜欢那儿。你猜我为何不怕？太子殿下乃真命天子，任何宵小之辈都伤不了您。若是拆了这万花楼，反而少了个娱乐去处，实在不该。知我者莫过于左詹事。来，玄珠公主到。原来是玄珠姑娘到了，赶快有请。殿下，不知殿下唤臣女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本王自那日见了玄珠姑娘，便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我看在这高都城，也只有玄珠姑娘可当得起这美人二字了。本王时时刻刻都盼着与玄珠姑娘把酒言欢，夜夜笙歌，好不快活。如此佳人配美酒，必须得本王亲自喂你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左詹事，殿下说的极是。美人这是怎么了？兴致不高，还是在怪罪本王啊？臣女不敢。这就对了。臣女实在不胜酒力。既然是这样，无妨，你稍事休息，咱们待会儿再继续。多谢殿下，臣女告退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，那你应该也很清楚，我来这是所谓何事。灵灯，川儿，二萌虽然笨，但你莫要拿假灯再骗二萌了吧？那二萌这回就得看仔细了，这灵灯是真是假？这是什么？左相的灵力，跟他人不一样，灵力倒还挺好看的。左相这人蔫坏，灵力也跟妖灵似的。怎么？这里面还有三个位置，你也想进去玩玩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是离国人，和你们天元国皇室有血仇。我怎么会杀我的二萌呢？就像我也不会杀那个骗了我的赵管事一样。我就说嘛。川儿，你说这个灵灯真的有收集万物的灵力，能收十方八荒的妖魔吗？当然，灵灯可以收入这世上所有强大的灵力，尤其是妖灵。哦，不然你拿它做什么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
我呀，只是知晓这世间有灵灯这个宝器，找过来玩玩而已。哦，堂堂天元国的二皇子，屈居于香曲山上，甘当数月杂役，只为消遣之故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不跟你废话了，我要杀厉渊，取走他的灵力。你连灵灯都不让我碰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已与灵灯结下血契，你想做的事情，我替你完成。